喝吧，喝吧，喝吧。不是啊，怎么回事啊？不认识吧？不认识吧？要不怎么帮他呢？欢迎你回国，谢谢，欢迎回国，我们有空一起去哦。啊好啊。啊。子忠，好久不见啊！来，咱们干一个。我喝不了这么多。我先干了啊！我真喝不了。喝呀！行，喝了吧，就算给老彭个面子嘛，啊，好吧，喝吧，喝吧，喝吧，啊，是啊，怎么回事啊？不认识，不知道，不认识吧？要不怎么帮他呢？首先，谢谢今天各位能够到场，然后我的好朋友露珠今天也来了，边上那几位我看也是他的朋友吧，那我先敬你们一杯。感谢你们今天能来捧场。接下来，我想送给露珠一首歌。And the sun rises over the horizon. The sunshine on my skin. And I feel enlightened. Yeah, I got all the answers. I want the feeling on that. I want to get better. Love the action rising. The horizon. No matter whatever happens. The next day will be a new day. And I am not afraid. I found a new way. Yeah, 太阳照常升起。把昨夜的忧伤忘记，我知道天赋得到我就是胜利。太阳照常升起。莫凡，嗯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回家。我送你啊。你送我很奇怪吧？我本来就是个怪人啊。刚刚谢谢你啊，谢我什么？你帮我挡酒啊，还送我那么棒的一首歌。哎呀，没事儿。不过你唱歌唱得这么好听，为什么不找个机会出道呢？当歌手呀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？现在能有个酒吧让我驻唱，赚点小钱，我已经很高兴了。你缺钱吗？我有一张金卡，不限额度的。拿着。我是想赚钱没错，但是得靠我自己的努力啊。总有一天我也要像你一样靠自己的能力生活，证明给我表哥我姑妈他们看。所以你才想考去坎曼是吗？加油啊，觉得你可以的。好，不过你是更喜欢唱歌多一点还是喜欢当模特啊？其实两个我还都挺喜欢的，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钱了。我现在又能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儿，还能通过这个养活我自己，工作起来会很开心啊。喂，喝多了？啊，哦，
我没有啊，我是听你刚刚那番话，觉得我好像有一点喜欢。好啦，你快回家吧，啊、这么晚。我们一起啊，莫凡，我送你。一起什么？走了。哎，我送你回家了。不用，我自己回去。拜拜。啊，莫凡，我送你吧。拜拜。给我卡。谁啊？露珠，你怎么找来我家？酒吧老板告诉我的呀。你昨晚上没去唱歌，我担心你啊。哇，你还要做衣服吗？哦，这些都是我姐在弄啊。啊。哇。哎，你别乱弄这些，我弄乱了，我姐会骂我的。嗯。这也是他做的呀？对啊，他很厉害。哇，才女！哎，你们家好多狐狸玩偶呀！哇，这个箱子好可爱呀！哎，你能不能送给我？这个是我姐的，你要不还是放回去吧。你都不知道我为了找到你家找了多久，走了多远的路。我这么关心你，你都不知道对我好一点。好，送你了。反正我姐很多这种。谢谢。你把这边的切了就差不多。那个，OK 姐，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？帮把蔬菜洗了吧。好吧。今天怎么这么听话？就。吃了吧？可以啊。那露珠，莫菲姐，其实我特别羡慕你。羡慕我什么呀？能靠自己的能力去法国。我虽然从小就在国外长大，但是这些都是我家里人安排好的，我一点成就感都没有。我呀，只是把作品递过去，人家收不收还不一定呢。一定能成功的。为了我们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干杯！干杯！哎，哇！没想到你还这么会做饭呢。那我以后能不能经常来你家蹭饭吃呀？好呀好呀，经常来，没事就来。你不是住在唐总家吗？唐家伙食这么差吗？这什么态度呀？人家露珠喜欢你做的饭，你应该感到高兴。说谢谢。谢谢露珠。我家伙食其实不差了，只是把那个饭桌上吧，我和我姑妈、姑父三个人根本没话说。然后我表哥这个人吧，整天又冷冰冰的，不爱理人。我这一顿饭吃下来，整个要消化不良了。特别是我表哥，他这个，哎，不说他，不说他，他这个人就是很奇怪。这个沙拉比我在国外吃到的还要好吃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多吃点。假的，真的。喂，吴秀娘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你慢慢说。陆军，我师傅他没事吧？吴秀娘，您别着急，我来想办法。
好，拜拜。